그래. 알아서 진짜 야, 나 너무 쓰러질 수 있어. 너무 보기 좋아요. 这个是温度的核桃，全麦核桃吧。是你的奶茶，对，这个喝的时候摇一摇。好的。但是我们这边也有菜单。还贵了。我说你走开是不让我给你。哈哈哈哈哈。是一大块。准备去吃饭啦。这个真的看不出来好没有，准备尝一下。炼乳不了解一下吗？嗯，真的像年糕。哇，蘸炼乳。
昨天晚上收到了这个杯子，然后想给你们拆一下，所以昨天晚上就没有忍住了，没有拆，然后今天早上来了一下，就是这个搪瓷杯，这个杯子我已经等了两个多三个月了，就是预定的这个薄荷色的，就我在薄荷和棕色，就那个深棕色之间犹豫了很久。但我觉得夏天就是还是想买清爽一点的颜色，然后就选择了这个薄荷绿，真的很美。我觉得其实这个牌子的每个颜色我都觉得很好看，哎，就直接买了这个颜色吧。我准备做一个红豆馅，然后这个红豆昨天晚上用水泡了一晚上，然后现在准备用电饭煲煮，把煮熟。今天早上准备喝抹茶拿铁，因为之前做蛋糕买的抹茶粉就一直没有用完，所以就想消耗一下。感觉好大一盆啊，这个锅都快装不下了。几个可颂跟我爸妈他们一起吃，就是我之前买的那个半成品，好像有点太小，好像快差不多了。
뭐라니까? 여기 보고 있어라. 这是刚刚熬好的红豆馅，然后准备试一下。这个夏凉被睡觉的时候一定不要穿睡衣，一定要贴身，真的太舒服了。我前前后后入了四床，它是不变形，绝对舒服到你会给家人和过第二床。打开抖音，在搜索框内搜索你想买的商品，就可以进入到视频，就可以购买你想要的低价好。都没人，我。也是那个拿铁，是那边有个团购要团吗？我想要甜那种，甜不甜？我点的那个，我喜欢甜的。还是我晚上八九点钟还在喝奶茶呢。哎，我那天十点钟发疯了，十点钟点个奶茶，九点不点的送我点十点。哪家的？软果糖。果茶吗？就是那个桂花那个奶茶，我喝桂花小酿。啊，最近好想吃那个桂花跟醪糟混到一起的味道。我点冰粉也点了这个。他家好像桂花就不是很甜，我上次喝过一次桂花的。我可以去双城支持你哈，我反正就喜欢那个。我也想你肯定喜欢。还可以。可以的，主要是喜欢芝士。你不是又喜欢芝士，你又吃不来奶味儿。但是我就不喜欢嘛。他应该是好像是 BGD 跌落的原因才是爱猫一族的天堂，适合李老师他们来。李老师喜欢猫猫，这儿有狗狗，这儿有柯基。那这个好乖哦，你这个买的啥子？钥匙扣。我钥匙扣又买了。
有盲盒，啤酒吗？它酒还有盲盒，啤酒盲盒。那后边我就不晓得。那个？没有，那个牛奶的看起来安逸。现在准备用昨天做的红豆泥，然后做一个黄油红豆碱水，然后再做一个红豆牛奶。昨天晚上提前把拿出来解了冻，然后我都不是很想烤一下，可能因为现在天气太热。就这样把它切开，这次我的红豆泥稍微熬得有点干，下次一定要注意。将红豆黄油碱水，再做个红豆牛奶，因为这个红豆放不了多久嘛，就努力消耗。今天早上就不喝咖啡啦。用上我的新杯子了。这个太大了，想把它切一下，但是不知道成不成功。난데누구세요나한영민인데이시간에왜전화를하는거야도대체아
就是红豆漏了很多出来。일이좀있어서일무슨일집에가면뭐하려고전화를하래집으로찾아가려고그러시나왜또무슨미련이남아서찝쩍대신려야아니꺼땡겨뭐가어떻게된건지모르겠어아일저지르고내뺀거아니냐고근데유영사아저씨쓰러진다는유민의동네가아니었는데알게뭐야뒤에서果然红豆和黄油搭配真的안그러면不会出错어디로갔냐고우인가족이